领洋艺术路的太空绿色隧道两边的土山啊，现主持正开始咧进入大春。纽约区公所5月21号就伫遮来举办情人歌节，奉路提供旅客逛土山啊做情人歌。哎，今天是很恋爱的季节，所以呢，市长还有我们的贵宾，是不是给我们的媒体先进一个爱心，好不好？大爱心、小爱心都可以。今天是我们柳营区的忙着恋爱芒果节活动啊，我们议事路有长约5公里的那个芒果树哈，那现在是正好是结果的时候啊，情人果哈，它就是酸酸甜甜的。我们希望民众可以走出户外来参与这样的活动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美丽的绿色隧道，在太康我们芒果情人节中间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啊，这个总共栽植了1200棵芒果树哈，这个是。真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，前人种芒果树后人采芒果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芒果青，也就是俗称的情人果，对，这个时候都可以这个赶快来摘取。看到这些民众，不管是红帽全家大小都提起工具共土山啊，而且市长也含着市长夫人刘玉金做回来加入同齐共土山啊。其实他们在防疫健康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多多提倡户外的健康旅行。那不管是骑脚踏车在徜徉在太康隧道，太康的绿色隧道，那或者是这个在许多户外的景点，我们欢迎他们来这个防疫健康旅行。那这个没有染疫的人只要做好防疫措施，事实上也都很欢迎来台南，欢迎来柳营，欢迎来太康，一起来徜徉在情人果节的这个这绿色隧道中，欢迎大家来。我提供在防疫期间，真侪人的心情拢真郁卒，伊强调台南真欢迎大家来做防疫健康的旅游。柳营赞不赞？赞！台南市赞不赞？赞！